Rail Shooter 又嚟同大家见面啦！睇咗太多关于重铁嘅片段，点样做一名涉猎轻铁 QC 啊？即系喺电梯口屙督屎嚟睇下先讲。想拍摄一幅最伟大嘅作品啊？有冇位置拍摄轻铁噶？日间同埋晚间嘅摄短有冇推介呢？虽然以上嘅问题未能够逐一回答，但系至少呢条片段可以话俾你听一啲摄点推介。虽然所介绍的地方未必是最好，但总有一个地方包你满意。在港铁路线图里面，轻铁只是占很少的部分，但是轻铁网络足以遍布屯门、天水围以及元朗大部分的地方。要捕捉轻铁不是一件难事，但是要捕捉一个精彩的画面，的确要花精神和时间。所以这个系列会分成几个片段。不过你可能有个疑问，我会怎样划分呢？非常之简单。个人分类的方法就会按照轻铁路线图入面不同的区来划分。等大家收看这条短片之后，容易在路线图入面找回。啊，温馨提示。现在夏天很炎热啊，天文台经常都会发出酷热天气警告信号。如果你选择在日间拍摄的话，记得带充足的水分和遮啊。事不宜迟，立即去片。话咁快呢条片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一次再见。有兴趣嘅话，记得订阅埋我频道啊，拜拜。